女生量腰围的位置在肋最低点与髂脊上缘两水平线间中点线。按照平常所说的腰围，女生量的腰围是腰结围，腰结围近似于最小腰围。测量方法是背侧者站立，双脚分开25至30厘米，体重均匀分配，将软尺放在肋最低点与髂脊上缘两水平线间中点线，软尺绕腰伸缠一圈，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，不要过分的吸气，也不过分的呼气。在呼气之末，吸气未开始时测量，软尺刻度0和软尺绕腰身一圈结束交汇点就是腰围。还有一种腰围是经脐部中心点的水平围长，这种腰围大于女生量的腰结围。